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一月三日讯，湖人前锋勒布朗·詹姆斯今日更新 Instagram， 感叹他的生涯与马刺同期战绩对比。詹姆斯发布了一张电视转播画面截图，上面列举了自从2003年詹姆斯进入联盟以来，他与马刺同期的各项战绩对比。这张图片的电视转播画面标题为国王 vs 王朝。需要消化的一件事，无比幸福，那个来自阿克伦的小孩，詹姆斯配文道。在另一条帖子中，詹姆斯写道，我家里的朋友刚才给我发了这个，天哪，我无语了。马刺是我们联盟中彰显胜利的招牌和蓝图，甚至在我进入联盟之前，无比幸福，那个来自阿克伦的小孩，我即是王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